前方在麦克风先。卑诗选战，蓝绿白主帅台上握手，展现风度。台湾气候行动博览会三人同时出现在台上，正是因为这场活动被解读是11月5号辩论会的前哨战。态度上必然是要由上而下，订定相关的法规跟鼓励的方式。我是少数最先提出气候变迁异议法的委员。电动车大概在公共部门，就是公共运输的部分，2030能够完成全面瘫痪是没有问题。轮番上台端政策牛肉，还得当场接受提问。尽管这一头三人互相较劲，但另一头资深媒体人周玉蔻风波过后沉寂多日，现在确定将在国庆日复出录广播节目，也让蓝白仿佛又捡到枪。周玉蔻要为自己的言论来负责，但是陈松跟民进党更要对外说明清楚，他们到底对于周玉蔻这样子胡乱抹黑、抹红、抹红的低劣做法是否认同。欢迎他继续帮民进党助选吧。两人话说得很酸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加入助攻。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你，欣喜若狂。一个周玉蔻可以让全民让民进党在全台的票跳舞趴，不要怀疑。直接高唱欢迎歌，看似渐烈欣喜，相较蓝白对手摩拳擦掌，陈时中则是平常心看待。我没意见，好，谢谢。对于周玉蔻复出，陈时中简单带过，毕竟日前已经多次表态不会切割。现在陈时中也维持既有节奏，期盼选举主轴不再失焦。三十年凯俊、许谦、朱淑君和采访台北怎么了？